再把来把黄纸，打着薅着我得来了这黄纸，牛，伏牛守护者。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奶奶给你揪掉，还削不削钢？我一听这话，纷纷夸赞女子人美。这咋没声呢？打个游戏不开声，打什么游戏？咋办啊？那蛤蟆没打过，双 buff 是我的了。给我拿过来，拿来吧你！别的都有声，就英雄打人没声，这被击杀也没声。整个四级，我搓，这都没声。先来个盾 ，A 一下，平 A 一 Q 二连，平 A 卡视野。这狗熊这英雄卡视野老难玩了，他刚才那咬没咬出来，看见没？直接让他卡视野咬不出来，我甚至杀他连血都没掉，我自己配音呢。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！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呀！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我重上一下啊，等会儿。永世长存。嗨！我搓。W 战争律动，平 A 戳一下，这边直接戳接 R 死了，戳德玛西亚，回家了，我们也差不多是无敌了。九分钟德克萨斯木印，我到了。双 buff 不能掉啊！我到了！能打！这波给我踢！先上这边吧，一 Q 二连，先闪现走。哎呦我！关键是什么呢？关键是亚索死了，让福耶哥上身了，怎么8-17了呢？啊？怎么又来人了呢？一颗蓝也不够啊！关键咋碰？这55+65等于120吗？不等于130吗？原来是够的吗？干哈呢？这个一 Q 二连！哎呦我这个疼啊！好痛啊！福耶哥是全手，这福耶哥要无敌了呀！现在是永恩不是无敌的了，现在是福耶哥又无敌了。这英雄真难办，我们现在就得找机会一个一个杀了。靠，跑那么快！坏了，没找着机，薅着没死。呀，没啥对呀，打上了。今天杀一个，中路那薅着怎么都无敌了呢？过来找他。大没？这边没大呀，这薅着挺吓人呢。
嗷的消带，那倒不至于，就是有点吓人的老嗷的。没事，高地没掉就行，一会儿等高地掉了就不好办了。先得杀佛耶哥，杀完佛耶哥得杀嗷的，杀完嗷的还得杀永恩，杀完永恩还得杀露露。有点太狂了，我发现我的人头 nice， 那薅的应该是搁旁边，你挺猖狂啊，回家磨切去，磨切攻击力高一点，另外他们现在也没啥护甲能打死，可以打的，不是？我在等薅的。还行，薅着死了。开盾。来来来，来偷大龙，偷大龙，快！别让他们看见，来来来来来，偷大龙。我一 Q 二裂，别让他杀我！比较直上啊，比较直上，比较上，比较上，能定住吗 ？Nice， 好了，偷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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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龙偷龙偷龙，偷条龙就好办点。你怎么惩戒用那么早啊？啊，因为你们俩有俩惩戒，好吧。来个大青雨儿。出个钉，离谱！我丢，杀露露啊！我们应该能走了，开个盾，能不能定他？一口耳裂！拖回来可以杀的狗熊，狗熊可以杀，开个盾别着急啊，定住他，一口耳裂接平 A 喷他 Q， 中推，这不是装起来了，那你就必须得给他点威慑力，明白吗？我们只需要把后排那薅着杀了就行，我现在一个 R 的薅着直接死，来。一个大石的天崩地裂，这属于就天崩地裂。这没有队友了吗？亚索上哪去了？那亚索没在吗？难完呢！刚才我这波 A U E 我打的多足，妈一个 A U E 差点没给他们家直接打没了都。这波卡莎把塔开了，可以。来来来来来，把大龙打了。就是这卡莎这波属于是立功了，先把龙打了。薅着能杀不？可以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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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基地爆炸了，快跑快跑！别他妈死！死了，快点走，你快点走吧，没事，他们拆不掉，我已经复活了，直接扣，把这佛爷哥杀了就完事，看能不能反应这呀，后甲收不住，来来后甲，走吧，
走吧走吧，不赢了不赢了。走吧，不行了，啊，不行了。没招。把他直接扣死，别让他走，别让他走。拜拜。这老狗熊往哪跑？追着狗牛，一 Q 二裂，巨龙撞击，你给我起来，能不能一波？这薅着我一个大他就死了，等个五秒啊，我直接上去把他秒了，太对呀。回去，快点一波吧，行不行？能一波不？这我冲哥，拆个啥呢？我下路就拆。哎，赶紧门牙，赶紧拆基地。完了，我一抠抠没出来。有一兄弟肯定刚才很迷惑，为什么我不交旗子啊？因为我想留个旗子，等他们追我的时候，我直接一口秀他们一手。找那福爷哥单挑，他能打着吗？我靠，不能！这后期还得这 ADC 的兄弟，其他的啥也不行。蛤子，摸眼儿。打的失败了，没事，我们接力。保护忠良。170秒的时间给到我们，我的伤害肯定是够的啊。这个位置我试一下。现在就需要什么呢？现在就需要这个亚索或者是这个卡莎上去小勾引。亚索偷基地了，快跟上，快跟上！亚索有钉，掐掐掐，拿去。亚索最后一波勾引的，各位不错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